中路移血到底有多简单，看小乔位置过来了，血晕防止他第一时间闪现劈出这一刀，看小乔位置再闪现回不了塔，他黑屏了。看貂蝉看见我用二大招推中接血晕控制跑起来顶一下，他进化交二跑前面去顶回来，二技能提速再推一下，你看他黑屏了。这一波没进化压他二技能位置，他交二大招侧身推接血晕控制往你想要的地方顶，看他头的方向，他二打我再顶一下，学聪明了，这一次用二逃跑顶空了，往前顶一技能，看二再回顶黑屏了。移速和血晕看我的位置，看我的移动速度，大招侧身顶接血晕控往队友的方向顶，第一时间往回走，不然就被鲁班大师放跑了。你看要不是顶中这一下，他技能直接回塔了，想推进塔又被金蝉技能控住，这一波差一点就是我黑屏了。意识和操作，抵抗些肉装凯不好打，为什么还要打，看队友位置，往左边顶不让他回塔，再看露露位置，看云云先撤退再看队友位置，回塔下吃回复再吃自身回复，走位卡技能范围拉视野看对面状态，再寻找出手时机卡廉颇技能范围，姜子牙大招和露露拉开位置防止被大闪，拉视野看阿奇拉丢技能的瞬间，二技能跳一技能配合他黑屏了，看马的眼睛亮了，用二技能跳控草丛，注意 C 位位置，看小地图韩信过来了，假手往后绕大招推中接血晕控一技能消耗再顶，韩信残血没状态不能反打，他只能跑远程一刀，他黑屏了。为什么喜欢血晕，因为他的魅力你真的无法抗拒，那种极致切 C 的感觉你真的会上瘾。看小地图守约和婉儿位置，用二技能跳跃突进加击退控制接血晕的控制，劈出这一刀看到了吗，这就是让我着迷的血晕光语。